现在是早上7:43，天还没亮啊。不过客栈里的所有的游客，所有的徒步的都走了，就剩我一个了。这后边的是刚刚从下面徒步上来的，估计他们3-4点钟就从下面开始走了。早上吃个泡面，吃完泡面然后就出发了，八点钟出发。今天有30公里啊，30公里要爬一个山，估计还得要10来个小时啊。昨天找飞机消耗了很多体力啊，今天走得特别慢，这么小小的坡，这爬得很费劲啊，才没走多远，就带了个小宝宝来爬山吗？多大呀？1岁，一岁都不到，不是，七岁，不是，七个月啊，7个月左右，哦，7个月就来转山了，啊，太厉害了，我要带回去，那个前方好多经幡的地方就是珠穆朗玛崖口啊，我们还要爬升300米，翻过那个崖口就是下坡路了，还有最后一个上坡要走啊。今天进度有点慢了啊，2个多小时才走了6公里，不过全是上升路段，所以比较费劲。现在这个地方海拔有5400米啊，还有最后一个垭口，到5600，然后就是最高的地方了，然后紧接着就是下坡路了。现在这个地方正在下雪，这条路上的徒步的信徒啊特别多，现在状态还可以啊，就是走得慢，加油啊。最后一个上，最后一个坡，爬完最后一个坡，后边的路就好走了。Thank you.
在这儿。我已经到了垭口最高的地方，5626米。刚才看了，这就是卓玛拉垭口。还是比较费劲的，有10公里的上坡，然后紧接着前面应该都是下坡路了啊，走的就会比较轻松了。看一下前面的路啊，这上面雪下的蛮大的，那前面就是下坡路了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卓玛拉垭口，上面的经幡特别多。啊，这条路很窄，感觉有一点堵塞，今天徒步的人太多了。这个山的背面，这边雪下的真是够大的，这个下坡路也蛮长的啊，一直在下雪，很不好走。等一会儿下到下面了，会有一条公路，然后顺着公路就直接可以回到镇上了，徒步就算完成了。现在我已经徒步一半了，还有另外一半啊，看看这雪。我已经转完山了啊，昨天在镇上休息了一天。转山总共是用了2天的时间，一天走了31公里，一天走了39公里，算了一下，总共走了70公里啊，70公里。其实转山的路只有54公里，2天转山啊，本来是打算一天转完的，很有机会啊，很有机会一天转完，不过没有实现啊，等着下一次吧，下一次再挑战自己吧。2天转下来啊，第二天的最后20公里有一点难走，不是路难走，就是比较疲倦了，很难坚持下去啊，最后都是咬着牙坚持下去的。然后昨天那个腿和脚疼了一天，基本上都不能走路，在床上躺了一天啊。不过今天好多了，今天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接着往前走，往新疆，往新藏线走啊。这条线我从来都没有走过，今天看看能不能开到日土线。看看阿里的天空啊，特别的蓝，真的很纯净蓝，云又很低啊。好，出发了。